民大选倒数计时，原住民立委选情白热化。族人手中神圣的一票该怎么投？原住民族电视台旗舰级新闻政论节目《部落大学生》隆重推出2020原住民立委选战高峰会特别节目。12月21日月亮8点到10点播出平原立委选战高峰会。12月28日月亮8点到10点山原立委选战高峰会登场。决胜2020部落提看厅，请千万不要错过 TITV 12台《原氏部落大学生》2020原住民立委选战高峰会。